看样子这次真的出大乱子了，我们还是先赶紧离开这里再说吧。老师怎么和自己的机甲打起来了？我认识他，我在星际探险家生存手册里见过那个花纹。那个人是宇宙通缉令排名前十的星际大盗白魁。我的机甲只能由我来解决。哼，小气鬼。卡门，你拖住这些机甲，我去救他们。没问题。可恶，回头我挨个把他们都给拆了。唐尼，这些机甲放任我这个威胁不管，却不顾一切地阻止你靠近小圈圈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你们想要过去也没那么容易。M007，孩子们就靠你了。终于可以专心战斗了。快看，是 M007 啊，这一下有救了。大叔，你终于来了。耶，太好了。维娜，你爸爸来了。维娜，维娜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啊，菲娜。爸爸，菲娜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真是太感人了。大叔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里那么高，我们根本就下不去啊。在这堵墙后面就是 BEA 的核心区域，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在基地，一旦让小圈圈闯进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有间隙特工注意，现在交给你们第一个正式任务，和我一起进入摩天轮之影关闭系统，保卫 BEA 组织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计划就是我们排成纵队，沿着狭窄的维修通道向上爬，在顶端位置有一个紧急维修按钮，只要按下按钮就可以放下升降梯，让我们顺利到达摩天轮之影。为了防止有人从背后偷袭我，我会在队伍的最后面保护大家。你们谁愿意打头阵去按按钮？会后，平凡男孩，打头阵这种事就交给吴吧。那我第二个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，我很厉害的。又想来。小偷。
的，你不说话的时候特别可爱。我快没力气了。钢铁侠，坚持住！你看人家卡卡都没事。回头我也要做个机械手臂。我现在很厉害的，对不，小 Q？ 朱志摩，把背包丢掉。菲娜说的对，快把背包丢掉。我不要，没有超级英雄会扔掉自己的装备的。笨蛋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纠结这个，就不该让你打头阵。可恶，居然小看我钢铁侠。把背包给扔了。哎，原来小 Q 还能这么用。塔塔，你太牛了。厉害，太厉害了。我都说了好几遍了，我很厉害。来吧，既然升降梯也换了，就让我来挨个放你们下去。小圈圈，咱们赶紧解决这几个机甲，去帮他们。那就来吧。M007 好像要带那群小鬼进摩天轮之眼，那里应该能手动关闭小圈圈。咱们赶紧解决这几个机甲，去帮他们。这下可以过瘾了。
不好！别忘了，你们的弱点我可是一清二楚。我的保姆机甲没坏。嗯，再跟你来一下。糟糕！啊！大家小心！啊！看我的，钢裂连珠炮！闪开！你们没事吧？别担心，大叔，敌人就交给我们吧。那就拜托你们了。我们赶紧想办法打开万能井。守护钢拳！让你尝尝钢裂侠的厉害！正义暴力弹！真是没完没了，烦死人了！万力归宗，干得漂亮！啊，这家伙要放大招了，不能让他施展出来，我来阻止他。糟糕，超出吾的射程了。小猴子，我剩下的力气还能再用一次守护闪光炮。我也是，难道我们就赌一把？一招送你回老家。守护闪光炮，成功了。失败了，没打住。你们真的很优秀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打开了。咱们先进去。赶紧下来呀，菲娜。是了，咱们赶紧上去。别管我，快去关闭小圈圈。我绝对不会放手的。菲娜撑住，我来了。
菲娜，对不起，爸爸工作实在太忙，陪你的时间太少了。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是要补回来的。开关在哪儿？赶紧关闭小圈圈吧。嗯，就在这里，让我来吧。啊，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？是自爆倒计时。什么？岩层墙壁马上要被摧毁了，等墙被洞穿之后，小圈圈就会进入基地的核心区域。啊！接着它就会自爆，彻底摧毁 BEA 总部。啊！这么说，我们都要死了？我还没有好好孝顺奶奶，我还没有成为超级英雄，我不想死。我还没在考试的时候赢过你呢。不要啦，大叔，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对不起。我也许能阻止摩天轮把我连接到控制台试试。大家别哭了。自爆程序已终止，摩天轮十秒后停止运行。我们的人生就剩下最后的59秒了，地球护卫队万岁！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快看，倒计时好像停了。危机解除。啊！有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这个问题应该问小太。刚才突然有病毒程序侵入了我的系统，想要控制我。它攻击了核心程序，但它反而激发了我的潜在能力，把病毒净化了。小太，那你是因祸得福啊。看来是没事了。唐尼老师。老师，你总算来了。来得有点晚哟。别提了，阴沟里翻船，我接你们下去。什么？原来卡门老师是星际大盗白魁。M007，有件事情和你商量。今天这事不寻常，可能有人在背后捣鬼。没错，摩天轮之眼里的紧急开关也是被人为破坏的，这个事件背后一定有个大阴谋。我的保姆又别了。灰头，我会造个升级版的你，你七叉的技术有点差。哎，大兄弟，问你个事儿，你认识卡门不？你认识他？你知道他搁哪了吗？那当然，跟我来。哎呦，我大兄弟，俺一瞅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你们的决赛没有比出胜负。啊！饶了我吧，我想回家躺会儿。但我们一致认为。你们今天的出色表现完全够资格成为 BEA 的一员。我们决定两组学员全部破格录取，恭喜你们。别高兴得太早。难道你们不好奇为什么 BEA 会招收小鬼吗？为什么？等开学了再告诉你们。啊！